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刚下班，我家大胖来接我来了。啊，社会有胖姐，给我做啥好吃的了？你去看吧。走楼梯多好。家里老热了，这边三十度。家里不有空调吗？现在开，你夏天36度，在7度时候你咋了？热就开呗，再等等吧。做啥好的了？你爱吃的，我不吃。啥？你猜。我就愿吃蘸酱菜呀。有。是吗？不给看密码。哇，有香味啊。什么？哎呀，这给我烫住了！哎呀，吓我一跳啊！这是啥呀？白菜炖的粉条。黑白菜。黑白菜。嗯。这白菜放木耳。嗯。炒木耳放点粉条。看着挺好啊，东北菜呗。是吧？东北菜。行，吃饭。好了。开饭。上菜喽。东北菜，黑白菜，还有你爱吃的萝卜。哇，真好，看着挺有食欲。我老丈母娘做的，你呀，苏子叶，还有萝卜条，我的最爱蘸酱菜。这大酱上次我媳妇做的。吃饭吧，大宝。嗯，吃饭，大宝。今天干活，老热了。今天30度呢。30度。啊。是吧？嗯，我搁屋里躺着都闷。我没看天气预报。后天开始好像是下雨，到雨季了。嗯。真好，这粉条。咋做的？真好吃呢，嗯？就你家做的好吃啊？完全两个口味。谁做的更好吃吧？你这么好吃。嗯，今天妈来电话了。说啥？问那个保险的事儿。嗯。你爸那车去年保险130多啊？多少？130多，不是。你妈认识人那边保的钱吗？嗯。到期了，这个月。咱们保才70多万呢。那我不到啊、哦。然后说停车停那儿被人给撞了，追尾是追尾了，完今年保险又上去了，变140了。我妈不听我话。那刚才跟我说的是啥事儿？他就觉得那个认识人的话，到时候有什么事儿，好处理。嗯、然后他问我，在网上自己保险的话，能不能便宜一些？嗯。那你爸不在这儿，我也没法看呢。车那个我也不懂。反正说他今天就这么地了吧，就搁那先保着。那也太贵了，140万。明天再换。他这也不是新车，老车，农用车。要不就是那啥，他把那种没有用的项目他都给你加进去了。那个你完全自己可以选择的呀。反正在个人手里保和自己在网上保差得多，就是差钱。你今年就不是比去年的便宜很多了吗？去年咱保说多少钱来着？120万。去年是吗？嗯，但是我没出事故啊，还有这个事儿，挺不讲理的，就说我爸撞车这个事儿。嗯。我爸车正常在那个停车位停着。嗯。
让别的车给碰了，就给修车完事儿了。那你得两双方和解。和解就给赔钱，不是就给修车。那就是你爸没那什么被谈妥呗，你爸就好说话呗。我都咨询律师了。嗯。韩国律师。嗯、没办法。喂。这走保险吗？赔钱赔修车吗？那车就白撞了，你说气人不？完了，今天保险还涨了。我告诉你，这种情况下韩国人怎么做，你知道吗？撞了吧？啊，车里那时候没人啊？没人。那就不行。车里要有人的话，你高低你就倒那儿。是，车里有人的话，就住院就拿钱嘛。韩国人都那样式的吗？得好几份钱。嗯呐、啊，他就赖在医院不走，都那样。啥事都能遇见。嗯。